因为这个节目会让我们解散，解散，解散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让我们稍后解答。大家好，我们是。再次。大家好，我是团长吉他手力 Q， 我是萧敬腾 piano， 我是鼓手阿举，我是吉他手周强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狮子合唱团。狮子合唱团这回来参加狮子荒野生存战，我们先把团员分成两组，老萧与阿举为老萧队，力 Q 与周强为团长队，进行 PK 战。获胜的可以任意要求对方答应自己一件事情，到底鹿死谁手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第一关狮吼功考验，派出一位代表比气场，另外一位可以去干扰对方敌手。事不宜迟，立刻进行 PK 战吧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老萧队先夺下一分，比完声量的大小，我们再来考验这群狮子们的腿力如何。游戏由两组成员的口袋中放入计步器。好，我的口袋很松哎。老萧，你打哪？报警啦，警察先生！如果阿举不孕了，我们有画面为证，就是这个人打的。好了，正经点，放入计步器后，两人一起跑跳30秒，加总后运动量大者为获胜。预备，两三，怎么偷懒？没有，我就平衡着。开始，开始，跳跳数5秒。这童心未泯的老萧也只有在这儿啦。才46不跟他出来混哦。不行，你才20。为什么这边69是多少？这边66。6669。所以老萧队再次获胜。扛着不能输的压力，团长队可要再继续加加油啦。继续下一关。接下来考验你的咬合力，咬合力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发一人一个面包，然后我们给镜头看谁最快把这个面包吃完。这攸关胜负的最终一战，让我们赶紧看下去。3、2、1。我镜头3，我好强，好强哦！我是团长，好像1比1，你跟我放弃对不对？老萧比赛中认真点。这快没有用。那他撑不下去。周强有一点，周强有点偶像包袱。周强有点偶像包袱。你这边最快吃的是我。真的吗？你一口还没吃。超感动吗？等等看吧。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。年轻人终究还是年轻人。看老萧如此有信心，到底鹿死谁手呢？谁？哇！团长第一名，阿菊第二名，老萧第三名。周强，你来打酱油，打隔壁棚领便当去，从头到尾没见你赢过呀。这一局再由老萧队获胜，事已至今，木已成舟，我们让队长队有个机会可以用爆料取得反败为胜的机会。我们会赢，团长请说。好，快点。那我们说的话算我们两个一起。好啊。好，老萧麦帮我递一下。好啊。你又是那边，另一边，另一边。拿错了是不是？拿错了。好，来，那你要不要自己讲？我报一个。好。老萧说他怕水，对，所以我没办法约他去冲浪，什么东西的很麻烦。面对周强的爆料，老萧加以反击。小强啊。你同队。小强被指。小强的爱情史是非常丰富的。对，大概讲到这里就不能再讲。可怜的团长队就这样一路被打趴，由老萧队一路取得获胜，可以获得最后的请求，向战败的团员们许愿。很绝笔啊！这个节目会让我们解散。为了团员们感情和睦，我们还是来听听狮子合唱团的新歌。我还以为你要说他长得像伍佰老师或是周杰伦，因为还蛮多人在讨论。还蛮像潘美辰的。